他跟豪豪分手了。豪豪就是有办法找到他，打电话给他，求他回来。反反复复，像咒语，像催眠，他跑不掉，又回来了。他告诉自己，存款里还有50万，50万花完了，就分手吧。这都是他10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是2001年，全世界都在迎接21世纪，庆祝千禧年。